アンパンマンが許さないこと、一緒に読みましょう。一、二、一遍で。アンパンマンが許さないこと。アンパンマンはバイキンマンは悪いやつだ、許さないぞとは言わない。アンパンマンが言うのは、あ、バイキンマンまたいたずらしたな、許さないぞだ。悪いのはバイキンマンという人格ではなく、いたずらという行為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。罪を憎んで人を憎まず、人格を否定するのではなく、行為に対して注意する。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？質問いいですな。アンパンマンが許さないこと。許さない、原型是許す、許す、不原谅。麺包超人不原谅不饶恕的事情。麺包超人不会说バイキンマンは悪いやつだ、許さないぞ。シーチネス、坏的家伙。不原谅。那他怎么说呢？あ、バイキンマン、またいたずらしたな、許さないぞ。あ、シーチネ、你做恶作去了。我不原谅你。这样。所以不好的不是细菌人这个人格，而是いたずら。刚才讲いたずら，恶作剧、调皮捣蛋，这个行为不好的不是他的人格，而是他的恶作剧这个行为。罪を憎んで人を憎まず，まあ、憎恨他造的罪，那不憎恨他的人，有这句话。人格を否定するのではなく、行為に対して注意する。不是否定他的人格，而是对他的行为啊注意啊提醒。这个我们常常会犯的错。嘛，我们不止小孩，我们对上司也好，会被朋友有时候会指出我们的嘛坏习惯或是缺点。这样的时候，其实他只是纠正我的一部分的缺点，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啊，我的全所有的人格都被否定的感觉，那非常的过度的沮丧。其实不需要这样，只是改进他指出的那个缺点、那个行为就好。所以我们大人也可以学习的地方呢。那应该要怎么说比较好呢？道路に飛び出すと車に轢かれちゃうよと、なぜダメなのか伝えます。道路に飛び出す、飛び出す。跟小孩一起走路的时候，小孩常常哇看到什么有趣的就突然冲出去，这是飛び出す呢。突然冲马路，道路に飛び出す，这很危险。那所以父母亲也很爱小孩，所以才会想要骂呢。如果不爱的话无所谓，他怎么样都无所谓，也很爱很担心的，这样的心会说出这样子的话。但是这个时候要小心，不能这样子讲。那小孩冲出马路的时候跟他说，車に轢かれちゃうよ，車に轢かれちゃうよ。原型是轢く，那被动是轢かれる。那轢かれて、まあ、しまう的这个比较口语的讲法，轢かれちゃうよ。車に轢かれる就是会被车撞到的意思。哦，なぜダメなのか伝えます。为什么不行？告诉他，如果说你这个坏孩子你在做什么的话，小孩不知道为什么被骂，大人知道呢，冲马路危险啊，会被车子撞到，那小孩不知道呢，所以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行为。这个坏孩子，这样的话小孩
不知道自己的 哪一个行为是不好，是没有办法改进。那大人常常是那个情绪化，顺着自己的这个心就哇骂，但是小孩听不懂，这样不懂自己哪一个行为是不好的，要怎么改进。所以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做。所以突然冲马路会被车子撞到，危险，所以不能这样做。大人也是一样吧，有时候很生气，妈你这个家伙没用，但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被骂，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要改变哪里，要怎么做，可下次还会犯同样的错，又被骂之类的。这样的话对彼此好像效率不好。如果冷静的啊，这个地方不好，那如果这样下次你这样做的话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，那让对方清楚明白的话，他下一次不会犯错，那对三次来说也是很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大人要学习。はい、二つ目、悪いことをし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た時。じゃあ一緒に読みましょう。悪いことをし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た時。悪いことを、原心是する、做坏事。迷惑をかける、原心是かける。過去是かけた。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る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最常常用的日语。对，造成别人的困扰。小孩子做坏事造成别人的困扰的时候，怎么说呢？まあ、一般的父母亲会说，何をやってるの？ダメじゃないの？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とお父さんに叱られますよ。你在做什么？这样不行啊。你这样做的话会被爸爸骂我，斥责。まあ、这个也是一样ね。这样讲的话，小孩会害怕，哦，又被骂了，很害怕。可能暂时不会做，但是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，所以可能过一阵子又做呢。而且这里说会被爸爸骂哦，所以这篇文章的人说，最好不要拿出爸爸的名字，是自己负责去骂小孩比较好。那应该怎么说呢？電車で騒ぐと他の人に迷惑がかかるよ。電車で騒ぐと他の人に迷惑がかかるよ。騒ぐ、吵闹，在电车里面吵闹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哦。妈妈很辛苦。那最近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报道说，一个妈妈在追小孩子要打，哇，去打，然后先生在旁边做什么？报警。啊，我的老婆在打小孩，觉得怎么样？啊，这个比较极端的例子。但是就算没有报警，应该我觉得男生容易变成他这样子的状况。就是全部都交给太太，先生好像不管我的事，容易变成这样子。主人は自分が大変と思っている。先生在外面工作赚钱很辛苦，所以希望啊回到家里可以轻松一点。所以教育小孩的事情是太太的工作吧，我都交给你之类的。台湾不知道怎么样呢？台湾的男生先生应该比较亲切体贴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在家里面比较会容易出问题。所以想介绍一下第二章讲义的第二句话，じゃあ一緒に読みましょう。ありがとうの言葉、自分が一番苦労していると各自思っている。他人の良いところばかりが目につき腹が立つ。
本当は一番のんびりしているのが私。みんなはギリギリいっぱい努力しているのだ。これが事実と思えないから、おかげさまでと感謝できず、ありがとうの言葉が出ない。自分が一番苦労していると各自思っている。就是大家都各自认为自己最辛苦。他人の良いところばかりが目につき腹が立つ。都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，而且看得很明显。生气。皆さんいかがですか？啊，那个人好好，好像很悠闲的样子。啊，那对夫妻好像感情很好，小孩也很听话，好好哦。我是不止对别人呢，对自己的先生也好，太太也好。啊，太太在家里很多时间，真好，想吃什么就吃，想看什么电视就看。我要在外面工作，又很烦躁的人际关系，很辛苦哦。啊，先生认为我自己辛苦，那太太呢？太太觉得在家里很辛苦，在家里很辛苦，忙不完的事。嗯，家里有小孩，家里小孩都没有自己的时间，忙不完的做家事。先生在外面很自由，很自由啊，只有工作。嗯，所以各自都认为自己最辛苦。嗯，所以只看到对方的好的地方，看得很明显，就很生气。本当は一番のんびりしているのが私，但其实最轻松自在的却是我自己。みんなはギリギリいっぱい努力しているのだ。大家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これが事実と思えないから，因为无法认为这是事实。おかげさまでと感謝できず。所以没有办法说出托尼的福，那这样的感谢。ありがとうの言葉が出ない，也说不出谢谢这两个字。嗯，所以要反省呢。如果认为我最辛苦，你轻松，我比你辛苦哦，的话，你应该要感谢我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谢谢呢？我会变成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话，夫妻的关系、马连记关系会变不好吧？那实际上是，我是最轻松自在，大家都很尽最大的努力。如果能够这么认为的话，啊，太太在家里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的话，会自然而然会说出啊，托你的福，谢谢你。如果先生对太太这样子的话，太太对小孩也会这样子呢。先生对太太生气骂的话，太太会对谁生气，对谁骂呢？小孩呢？这是会循环的。所以如果希望太太对小孩可以更亲切或是怎么样的话，首先先生要自己对太太好呢。知道是知道，但是很难做到呢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人要先学习，先生要先学习，为了太太的幸福，为了小孩的幸福，当然是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呢，学习。所以我想要分享这样的，那也是为了自己呢。